一会儿战歌响起，你要跟你的年轻人打招呼啊，来。哎，你能不能看着他说呀？你好呀，刘先生。严太太，该回家了。啊啊我看得出来了，我真的听到我脸都红了，太热了，好感动，好感动。嗯，哎，那我有个问题，你是哪一刻开始喜欢上他的？不是啊，我的意思是，严宝是哪一刻开始喜欢沈曼宁的？没有多想，我解释一下，我解释一下。严星就好多个地方，唯独你说在你的那一点，对，不是从唯独开始。我觉得也是，吃饭的时候眼神就不一样。可能从建组的时候就开始。就是那个，你唯独那个视频，你哭了，然后墨汁拍拍你，轻拍你的背，那一刻的时候，哎，是不是情感的情？柔软到你了，哇！有导演，你好棒啊，导演！我在线磕糖吗？导演好棒啊！他人呢？他人呢？有说吗？他是不是掉线了？你这么关心他，你等一下啊！等一会儿不见没事的，你等一下。不是，就转头，你转新婚，你转头问一下不就好了？哎，你人呢？在装傻？对啊。哎，你人呢？哇，好棒啊！我们组导演，你也问一下。我问一下什么呀？你就哎，你说你人呢？你人呢？导演，你不要背这个锅。哎，你往上问，欣然，你往上问。哎，你人呢？哎，来了。哎，问走了。哎，怎么他掉了？掉了，掉了呀！给掉了，是不是问走了？没事，我们要。我肯定带头客。这俩人去哪儿了？真的是带新人吗？你看，一说就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没，我去问了一下，他怎么没回来？你去旁边房间问一下，你去旁边房间问了一下，你直接喊就好了嘛，我问他，我去啊，我去，就这样，去问一下，他怎么还没回来？怎么搞一下？急得不行，一个人没有办法在这里。不是啊，就因为这不是少了一个人吗？我们就陪你不够呗，不是？主要是少了这个人，等于少了全世界。哦，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，爱自己的命更重要。得到了，说到站在道德和站在爱，我来了，哎呀，回来了，你看，你这是不是没有人邀请你？我邀请你，然后你就进来了。这给邀请了我吗？我邀请了你啊！哇，这给你不知道，我先说一下啊，宝贝，你不知道你走的时候给大凡急的呀，可急坏了，满世界问墨汁去哪了。我刚看一眼群里，这就他一个人，急得不行。是，我去看一下，我想磕，我去看一眼电脑啊。好烦，特急，一整个，天哪！哎，你们不会是真的吧？去哪？我还帮你吗？你没在啊？在这之前，他给你做人工呼吸，是不是全剧你们俩第一场吻戏啊？啊，那个是的，是剧本里的第一场，但拍剧本里的第一场，但是拍的时候已经不是，我听了好多遍了，那会儿不是第一场了吗？那你们两个第一场吻戏拍的是哪个？是你们。你竟然忘了吗？你们吻戏竟然忘了吗？哦，在那个树下面，在树下面。对，在树下面。那你们两个分享一下，就是第一次合作，然后第一场吻戏拍的时候是什么感受？对。真的全程给我爸妈在看，没有关系，欢迎那个墨汁，不是叔叔阿姨们都是过来人，这些东西可以的，都懂，弟，第一次拍，你先说吧，段子。啊，我先说，我觉得就是就是吻戏这个东西，我觉得还是。没有，我觉得吻戏这个东西，就是你要保持好一个好的状态，然后争取就是一条两条，然后分镜头，这样一条两条过了就可以。我一般一条两条，一般一条两条，我不会让他们过。
推啊。对对，导演是一条两条推让过的。对，就是吻戏的时候就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嘛。哎，那你们俩哪一场吻戏拍的次数最多呀？就是导演，你觉得就好多天怎么都不过，怎么都不过那种，好多条那场。可能导演也不是说不过，导演只是想看。对，导演只是想多看看。导演，我跟你说，导演啊，导演在看那个，回放的时候，导演就是拿着对讲机，然后在看。吃瓜，第一个磕糖的人。哦，对，第一个磕糖的人就是哦，再来一遍。没看过瘾。是，我比较喜欢磕马，然后也比较喜欢到他们。这种吻戏的这种啊，这些角度也好啊，包括一些手法也好啊，对吧？然后包括他们如何，真的，这是什么虎狼之词？手法？我说的是手放的位置，手放的位置，对，应该放在哪个位置啊？然后会把他们的一些优点给它展现出来啊。然后让又如何去避免掉那个，一方面就是这个度要掌握好吧，如果稍微过一点的话就会油腻嘛。然后掌握的就真正好的时候，大家也会有一种代入感，好、哦，懂吧？代入感。对的，对，你就是爱看，你别说了，你就是爱看，是，也不是爱看。